射雕英雄传集结三种国际华裔，更有网络人气美女基调手亲情加盟射雕英雄传 GO， 直奔泰国著名管理池及野生调查，挑战高额鱼种任务。干尾突然动了，梦幻巨骨蛇鱼能否一现真身？湄公河去年怎样震撼出水？美洲红尾猫、亚洲红尾鲶、食人鲳、多曼，条条惹怒肝尖。看到我吓一跳，好像是鳄鱼的鱼呀、啊。八种不同鱼种数量能否成功达标、啊、一切精彩尽在射雕英雄传之泰国河怪寻踪，探寻世界十大淡水巨怪，体验东南亚风情探钓之旅。哦，又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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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6月9日下周2晚8点，精彩不容错过。